当然整个兴建工过程，这个兴建第二座纳古塔哈，当然这是一个很耗时很费力的地方。除了要谢谢县政府，我们张县长包含一个什么兴办事业计划哈，我们的整个这样子哈，来行政程序这样子来走动的话，当然谢谢县政府包含民政处这边大家都哈都齐心协力的将这第二座纳古塔的兴建工程，我们都极力的用最快速的速度的让它来进行。至于说预算呢，林内乡的整个自有裁员的预算当然是相对的少，但是也要谢谢代表会全力的来支持，以及在地九穷村民大家的体恤以及包容。啊，咱感受到讲吼，拿来讲是咱的林董事吼，啊，主政之下吼，会使讲吼，啊，对所有的管，对于所有的这个东西吼，啊，非常的认真啦吼，啊嘛吼，开源节流吼，啊，平均节制吼，啊，逐年吼变得提升吼，才有法度今仔日啦，啊，无用吼其他公家资源吼，当先建这老骨塔了吼。我也希望大家共同做见证之下，让整个这个兴建过程当中，大家共同来监督，用最在一个合法的时间时效内，我们来落成来完成，让我们乡内所有的先人能够得到一个祥和，甚至有尊严的一个安，一个经数十的处卡，来长眠在这边。